会啦吼。啊，李书记伊咧讲一本啊《真言一》一本册啦吼，伊毋知有看过无，我毋知啦。啊，但是我看过吼，我讲的，伊讲大家拢知影，我讲这本是你做的，是毋是？确实有影，伊的智慧吼，互咱种袂着的吼。啊，拄只杨校长甲蔡校长讲这个杨定一博士哈，我来回应一下，因为伊讲哈，这个有机生死，哦，伊根据伊的研究啦哈，啊，佮看别人专家讲，哦，伊讲咱人的胃是分两个阶段，前半段佮后半段，哦，啊，这生食下去。啊、哦，生食下去的物件，当然对胃内底去。啊，胃的前半段，伊未产生酵素。啊，这酵素是要创啊？这酵素就是要消化这个物件，哦，消化这个物件。啊，下半段，当下当吸收、分泌酵素出来。啊，即摆前半段，这个胃的前半段，咱食入的物件是安怎来食生食？伊讲动物的肉会使袂，嘛是爱食生食。哎，伊照这本册讲的，伊的生食食啥物件入去，伊家己主动会产生酵素，自己会产生酵素。你讲是有机生食，有机的物件，菜还是肉拢同款，咱食的，它自动会产生酵素。哦，啊，即个伫前面这半段消化掉。即唔免予咱人负担，啊！即嘛剩的即个熟食，即个肉是前半段无消化去的，伊就是对后半段来，啊！后半段本身伊即胃就会产生酵素，啊！即酵素对对来，对咱的肝甲胰脏来，啊！甲肝甲胰脏来，因为要产生这个酵素，所以咱的肝甲胰脏就有负担，所以要消化后半段的这些食物。你身就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，啊，前面这些有机生食的这些东西的别就不会，我们身体消化这些不用负担，所以你别假身份的给你酸点，啊，他以嘛那个有机生食强调有机生食，我过来，潘姐，我过来回应这个第二章啊，环境跟健康。而且环境跟健康哈、哦，环境当然第一类就是阳光，哦，阳光、空气，刚才讲水啦，就那是矿物质啦，哦，而且阳光是前光谱的阳光对人到帮助，啊，前光是啊那这前光谱的阳光，前光谱的是因为这光，太阳光除了七种。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各加红外线、紫外线，这些前光谱的光对咱的功效基本来定。这个前光谱的自然光哈、啊。一就是说它可以对氧气的增加对氧气的吸收，再来降低心跳的速度，再来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，再来调节人体免疫功能，嗯，哦，再来甚至可以改善肌肉的能量，所以前光谱，咱的吸收量，甚至于它可以影响你的情绪哦，啊，列精神有哪甲这有关联，啊，所以前光谱就是它主要的太阳，所以我们要去吸收前光谱的这一个光线，啊，咱伫电来伫室内这嘛有啊，嘛有光啊，室内的光，这很多讲太阳自然光，红橙黄绿蓝靛紫。但是咱室内的灯吼，干三种尔，就是橙色、橙、绿、靛三种颜色而已。
这三种颜色，当然咱嘛是感情，你拢穿，逐天伫这个室内，这三种颜色，它甚至于它会怎么呢？影响你的情绪，哦，所以你若无去外口晒日头，你会情绪会歹，情绪会歹，影响到你的内分泌，所以就无健康。所以你要看，日夜颠倒的生活的人，伊就去教咱普通无同，伊日时啊，唔去外口晒日，唔去生活，伊日时啊在困，暗时啊伊才起来生活。这一种人违反大自然，所以他的情绪就不一样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要吸收这个乾光谱的自然光，就是请咱安来出来晒日晒光、哦、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光嘛哈。第二个就是讲这个空气，空气啊，空气这个有讲的。空气的内有这个负离子、臭氧，啊个分多金。这负离子哈、哦，咱普通你来看，咱那边穿，尤其冬天，咱的棉衣啦哈，安尼脱起来是不是要特别特别？尤其你那暗时啊，无光出来时，你会看到那光点、光点啊。黑就是因为摩擦，但是会产生负离子。负离子对咱是有帮助的。啊，咱的身体里面，诶生活啦，诶消化啦，都是产生正离子。啊，你来用负离子跟正离子来中和，这样的话你才会舒服，你才松快啊。这是负离子。再来就是讲这个臭氧。臭氧吼，咱的近前几年啊，咱太空、咱太阳甲咱的空气中有一点是臭氧层，啊，就是太阳跟大气层的中间有一点臭氧层。这点臭氧层是要创啥？要隔绝啊，给生太强的紫外线、红外线，啊，让咱生活。很快乐，很舒适。近前有一天讲，臭氧层破一个大洞，哦，啊，是咱臭氧层的破洞，就是因为咱用的上厉害就是冷气、冷气、冷气散发出来的力，力气是力，力，啊、哦，这力气，力气，咱若去清洁是会歇了哈，是会得到癌症的那个力气。啊，所以这臭氧层，这臭氧，氧 O2 加一个，加一个，伊 O3 啊，啊，这 O3 这个加出来，这个非常的活泼，讲活泼，所以它很容易跟人家氧化，啊，所以足济物件，拢因为这个臭氧，啊，很容易这一个刺激你的氧化，所以臭氧。对咱来讲，直接来讲是没有功效的，但间接对咱来讲是足有用的。好，耶。啊，分多金是啥？啥唔知？大家都讲来遮咧吸分多金，分多金是啥？你知无？你知道分多金是啥？我们凭空都不在。啊。植物绿色植物景观的作用。这分多金哦，是黄金一体。黄金液，伊是安那呢？这分多金它是植物里面跟所有的部分呢、啊，根茎叶所有的部分都会分泌的一种液体。啊，这种液体分泌出来，它会散发，啊，咱才吸袂到。啊，这分多金是这种液体，它是植物修补它的缺陷。以这张球来练呢，它是讲有啥物？受伤啊，所以缺陷的时候，它是可以修补的，啊所以伊家这张球啊修啊足好的，它本身它就有这个功效，啊，所以咱来这分多金来 keep 住啊，它也是一样修补我们身体里面
不良的地方。你呐，什么无所在，什么所在无爽快，他就会跟你修。所以这就是黄金一体，分多金，黄金呐、啊，黄金一体。所以这个是空气的哈。啊，这个微生物讲的就太长了。以后有机会再讲，今晚过来讲解，那有人单边讲一回。今晚今来讲，讲这个啊，邓小平好了，邓小平怎样哈？邓小平是毛泽东西料叫的，这是邓小平。其实哈，在大陆哈，他们是很崇拜这个邓小平。他比较不崇拜毛泽东，啊，这邓小平上大的何主的是毛泽东是做到四一到哪吃啦？哦，请那个雍正皇帝，今麦都做雍正王朝，所以历史故事你要去看，啊，看那个风水书家，你看了你也写，啊，所以你要去哎。爱看这个历史故事的，这个雍正王朝，雍正哈、哦、要接这个康熙，啊，康熙有立太子呢，伊二阿哥是太子，啊，太子了就要接皇帝嘛，但康熙就唔是啊，啊唔是呢，伊就做皇帝，伊太子等要做皇帝，等到起下。等到几下，这是真的啊！这故事来这都啊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康熙啊，真无道德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啊，哎，真不是，啊，不会啊！今晚来讲，来邓爱峰这里，邓小平啊，因为毛泽东嘛，这个是因为咱的。那你拢做的拢做较细啊，卖讲毛泽东做较细，咱蒋中正嘛做较细，蒋经国嘛做较细，对吧吼？啊，咱这个邓小平不是，邓小平啊，伊接了，伊讲我做十年了，但是伊都已经老啊，吼，伊讲伊做十年，得来换啦，所以中国大陆也最高主席拢十年。对伊遐定落来，用看好无？无你话要等要做皇帝，等到起效迄就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邓小平吼、哦，伊个安那呢？伊个经济，佫是大陆经济，佫是邓小平救起来哦。啊，因为伊有足济特区啊，哦，像迄珠海特区啊，即个对外贸易啊，拢总伊做出来。啊，即、这个有一天。伊伫北京，伊讲要来珠海，吼、哦，特区巡视。但是迄阵呢，伊已经老啊嘛，正侪岁啊。啊，要来巡视，当然因迄个官员下啊，就已经帮伊安排。啊，伊迄老岁仔人来珠海巡视的时候，大家嘛都知影，第一个是要创啊，吃饭聚餐，啊、哦，拢聚餐。啊，即摆下暗时啊，恁聚餐刷了，你官员就要刷摊，哦，你去刷摊，搁来罚几钱嘛？啊，毋过看迄老岁仔遐老啊，咱敢要去？结果大家安排，老岁仔想，老岁仔去嘛，怕歹气氛，所以讲，啊无伊，你要甲放伊倒去饭店困哦，嘛，怎啊叫一个？叫一个，我不叫一个掠去呢，看对一个较老掠，来个按摩，啊，看看，拄啊珠海特区上老掠的，一个叫王霞，恁即摆若去珠海，后来再去探听，王霞上老掠的，啊掠啊足爽快，啊伊就讲，哈，叫王霞来甲邓小平按摩到饭店里面。按摩，啊，这叫过来，哎，就按摩。啊，王霞按摩，听讲啦，我是唔捌，哦，了解，伊讲真爽快，啊，这，啊，结果怎啊呢？因为邓小平是四川的人，
讲话有当时啊无啥准口，嘿，你都爱注意听，爱注意听。嘿，啊，即摆就是，伊即摆甲掠掠甲真爽快，即个领导邓小平嘛足爽快，安尼，啊，伫遐安尼享受那个情况，啊，结果伊真爽快啊，所以就叫要甲伊聊天，你知无？哦，要甲王霞聊天，结果这个王霞，啊，这话无啥会出，啊，就叫伊讲得甲伊叫，啊，结果王霞听着讲王霞，啊，伊讲好，结果伊就讲王霞，伊在那个叫，你知道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三拜就讲王霞，王霞跟他讲说，领导不能再往下了，往下去特区了。邓小平讲，对呀、啊，我就是下这一次来就是要把特区搞起来啊。那往下就是特区，啊，他因为伊爱孙女也特区嘛，还一些的嘛，我就是要把特区搞起来，嗯。你说怎么办？好，自己去体会。好，谢谢。